九月，朱一龙先生，啊，九月，你好，好玩吧？哈哈哈！哎，几句不好意思了。哎，九月，你见着帅哥的确比见我要紧张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啥？坐。你看现在这稿里边，你们俩几乎是没有什么台词的交流比较多，所以我觉得前两天主要是你跟他熟就完了，他很自来熟。嗯，我是希望他们俩更多的时间相处，更多的时间待在一起，更多了解对方，更信任对方。我没指甲。你有？没有。我都咬了啊！你不咬指甲吧？我也咬。你们俩指甲像不像？挺像。够不着你手太大。因为我特喜欢小孩，所以我觉得跟小九月这回交流的也还挺顺畅的，两人关系也挺好，像朋友一样。卖个萌。怎么卖来着？你会吗？我不会。你卖一个。我不会。你卖了我就卖，那你先卖，你先卖，就这样，谁也不行。石头剪子布，我为什么会输？朱老师，卖什么啊？那我们俩偷偷来，我给你，不许拍，不许拍，蹲下，蹲下。他们俩已经成好朋友了，就特别亲密。他不是那个为了表演任务的培养，他们俩没事就在一块儿。呀呀，你咋来了？你咋来了？你学我？你学我？